大哥，退一步说，就算蝶妖的元神真的是念儿，可她已炼化成妖，还算原来的念儿吗？照你这么说，那我们三个也保留了元神，可肉身已不是原来的肉身，那我们还是原来的自己吗？但是，要查清这件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可卫灵的事情已经迫在眉睫，你要让他无辜丧命吗？ 我当然不能不管卫灵的生死，在事情查清楚之前，我必须保蝶妖不死。那我也必须要保大哥，不受天道诛杀。 再不来，我就死！